后一位，这位冠军呢，他是众多冠军里面最新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才出炉的。来，把你们的尖叫声拿出来 ，Robert！ 好，今天的最后一位 showcase 阶段最后一位选手，所以你们的声音要特别大声啊！而且地主队啊、哦，要有一点地主优势。Everybody！3, 2, 1, just do it.